我是陕西省大理县的一名肥料推广员，从事肥料推广工作已经15年了。2015年年底的时候，有幸结缘与曙光之同道合巧克力肥料。刚开始推广的时候呢，我也很有顾虑，什么肥料这么神奇，既能调土生根，又能蓬勃其品质。16年初的时候，就在羌培镇的西瓜棚移栽西瓜苗的时候，我就做了6块试验田。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每亩地呢用了8斤巧克力。过了一周时间呢，我们回访了这6户农户，农户这样跟我们说：今年开春的时候呢，天气很冷，同村的西瓜苗又几乎都冻坏了，但是我们这六户呢，用了咱这个巧克力肥料的这一亩地呢，成活率非常高，几乎达到了90%以上，而且西瓜苗呢还很壮实。通过这一次回访呢，我就下定决心，把巧克力肥料推广在大理的田间地头，像冬枣、葡萄、樱桃、桃子上，因为巧克力呢营养全面，而且呢它解决缺铬症状引起的黄化呢，那叫一个绝！用上之后7到10天，让你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而且在果树上，咱从萌芽期刚开始用上之后呢，它一个表现就是出芽整齐，芽期花蕾比较壮，坐果率比较高。六果膨大期咱用上之后呢，膨果速度快，果个大，果品端正。我们每次回访的时候呢，好评如潮。巧克力呢，被广大的种植户源源不断的认可，而且种植户认可它还有一个很好的方面，它就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你像它可以撒死、狗死、血死、滴死，还可以滴灌，3分钟全水溶，没有任何残渣。一年一度的秋死地肥季节即将到来，往年呢，大量的种植户，包括咱经销店上，会让大家这样施肥。复合肥加菌肥这种施肥方案，通过我们大理绿色无公害农业推广中心这几年在地下做的试验示范前呢，今年呢我们就总结出来，建议大家在果树上木用量一袋巧克力加1到半袋复合肥再加菌肥的这种施肥方案，这样呢咱施下去的营养全面，实际呢积累营养比较快，来年的实施壮，花蕾多，没有黄花，这过率非常高。大理绿色无公害农资推广中心呢，将一如既往地服务于咱大理农业。颗粒水溶肥巧克力助力大理农业增产增收。中国的巧克力，世界的 Cocoly。